是晚了两天，然后临时被学姐叫说你们要提早两天回来，然后我就车票都改了，就想说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提早这样子，然后就那天搁了两天吧，就是回来台北大概一个礼拜都想到就很累，那我还不算是搁很多的，因为我还照相什么的，那我们团队里面大家搁，还有搁完了之后就有刚刚那个打鼓机，所以我那天也看到那个打鼓机，就稻子啊打鼓啊、哦，好累，我不是那么打鼓，就整个机器放在田当中这样子，然后我就真的觉得，我真的不是做农的料啊，就是说当农夫是很，就是不只是体力，而且其实一个真正的农夫他需要有很多的智慧。学习跟智慧，那我们吃到我那时候回来台北之后吃饭啊，就真的就是饭里面就不会剩饭粒，对，因为我知道那个真的是非常的辛苦。那你那个地方怎么去呀、啊？哦，对，那我们办公室是在那个承德路四段，你们上网去找就有了，就是官网上面有电话跟地址，大概是在现在的建成站。市林夜市那边，对，那个地方就是说，如果你们有兴趣，花一点时间，我们可以跟你们介绍。就是说，其实专程来一趟其实很不容易，即使在台北也很不容易。我们可以就是接待你们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各样的住啊等等，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沟通。一般来说，我们会先了解，就是说各位。因为其实学姐的住很特别，就是它是有疗效，不是疗效，是说是真的可以把你的毛病处理好的。我前两个礼拜有一个客人，他喝了三年的醋，他原来的那个肝里面有个血管瘤，结果他长大了4倍，他就很担心，他说这样子，我每天很认真，怎么变得很大这样？虽然我不是学医的嘛，就是那个学院的。那后来我问了之后，我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这个醋尽量是很有，它会让我们的细胞胀大、缩小、胀大、缩小，它有一些过程。那当它要消失之前，它可能就是会先变大。这时候有很多人他会觉得说，哇，我没有喝醋没问题，一喝醋，所有的问题都跑出来，就会很担心。所以在我们办公室花很多时间去做服务的这一块，就是说你们买回去之后，其实是一个开始。后面会有很多的问题，通常越认真喝醋的人问题是越多，所以我欢迎大家可以来。为什么特别来办公室看？会更了解这个东西，这是很了解的。其实我是要介绍醋给大家认识。像绑脚啊，有的经济比较穷的人，他其实你不一定要买醋，像比如说他也要穿背痛，你绑脚非常的舒服。对，绑脚。你们来，我们会先把你绑起来，然后再开始介绍。真的非常舒服。绑要一段时间，半个小时啊。先绑起来，然后就是。谢谢志文哈。我想说，我的弟弟他讲，他上次去，我有两个弟弟去那边割，去帮我们割。他说他是割神，因为他一直跑第一，他是割神，很有趣啊。所以，大概我今天要来讲的是，大概农业的一些方向，还有未来我们想做什么。那如果这是一个环境教育，其实，好的环境会产生出好的食物，好的食物是人类仰赖为生的东西，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东西，是不可忽视的东西。所以其实你有很多病痛，其实你应该回头去看你的生活。你是不是糟蹋你的身体？你是不是乱吃东西了？尤其是油，我真的告诉各位，非常重要，油非常重要。我只要吃不对的油，我的脚就会流一些水出来。我试了，每一次试都准，所以我现在呢，几乎不能吃外面的油。那你吃什么油呢？我们，所以我才说要请金伯养猪，吃猪油。那前面我们吃椰子油，我们做椰子，刚刚有看到很多椰子油啊。那我们最近天气好的话，我们要种芝麻啊。
像这样子我们其实自己吃就非常非常难弄了，所以要这么多进到市场，你就要小心里面掺了非常多严重的问题。所以调理上呢，其实有的时候避免用油也是很重要的，像很多使用酱料，这些都可以达到不要用油，用蒸一蒸，煮一煮，这样不要用油都有可能。所以我们是不是重新再正视这样的东西，或者是说我们之中有谁他有好的方法，我们可以互相交流。我想人就是来这个世界，我其实这一次看到我我的母亲，因为她本来有病，可是因为她走的时候是让我不注意的，我妈妈是噎是都噎到的，她走的时候没有讲什么，所以她躺在棺材里，其实是给我生命很大的震撼，因为她的辛苦她的劳累我都知道，可是呢她有很多挫败，很多希望，她的希望有时候是落空的，那最后他还是一样躺在那个要离开我们。所以我看到这些，所以长辈的离开对我是生命的重启。所以我就跟金国讲说，金国啊，你后来我信了上帝，所以我跟金国讲说，金国，你就跟前面几个伙伴聊的话，前面来过人跟现在你来，你聊聊看有什么不同。生命显然有了一些变化，因为我知道快乐是分越多，给出去越多越快乐，所以我很想走这样一条路，但是这真的需要有整理一下我们的价值，是我们路线是不是一样的？如果是一样的，我觉得非常欢迎各位到我们农场来聊聊，或者是我可以协助你，可能在北部，我们都可以协助你，或者是现在想说慢慢金国呢，可以慢慢的走上这一条路，也给他，他一个人也是很孤独的，我也给他主张，他说你应该接受更多人的一起进来。帮他征婚，打一个广告帮他征婚。因为我们有四甲地，我们自己地有四甲，而我们猪有猪六甲，所以我们十甲地需要很多的人，所以对，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。或者是说你有时候去那边打工换宿，那就找金国了。所以我们未来可能会建一些简单的房子，也许我们会更趋向像比如说看好了槟榔树取下来就要建了，就不要用外面那些东西，我们当我们不要说放把火就把它烧掉而且还可以做燃料什么的，所以我想说慢慢的我们走向这个，而不是去追求极大的不好啊！我们要追求小而美，让自己更快乐，让自己真的像一个人。然后呢，彼此大家没有竞争，所以我想说是这样。那我想说，是不是各位有没有想要问的，或是有要建议的？我先来一下，刚刚讲了哈，绑脚的那布条哈。不能用塑胶的哈，尼龙的不行，其他都可以哈。宽30公分，长度170，啊，绑三节哈，三十宽了，三十，二十折起来是，二十折起来哈，长170的，长度三条哈，绑三段，这脚的哈，这卡棒哈。这加一包吼，啊加一包，啊靠迄个靠盘遐顶头搁一包，多三包，多只三针就对啦，只三针，啊唔是啊捆包还使，你是啊坐安尼坐吼，开讲然后做事然后方便的时包嘛完，包十分二十分，甚至拢无要紧，包愈久愈好，无讲限定你讲限，我爱包十分钟啊，包二十分唔是。跑路不如路，好，阿伯。可以上网看。好，你也先上网看嘛，好。好，阿伯过来吼，我嘛希望讲恁出门吼，即罐吼，甲即罐吼会当讲吼，早出门吼，你免惊伊感冒啦，免惊对身体啦，免惊迄落吼，真好，即真好物件吼。
错啦，这错啦，那你注注意啊，重点啦。这个这瓶醋非常的奇妙，如果有人愿意试，可以试试看，它是美白的，非常有效，一分钟就有效的。大家这个时间设到就会，请大家要让回来换教室，所以有什么问题赶快抓紧。哦，拍写拍写。那个。十点十一分。对，人还没来，还有谁要问问题？